老板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我只能诚实地画出你此时此刻心中最执念的东西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嗯？啊？你是人吗？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我问你是不是人类？我当然是啊。你都知道了？老板，他都知道了。回去。这事你们怎么搞的？滚！老板，你不会要死了吧？你才要死了。真不是。把手拿开。去拿三套餐具。你是不是对林夏姐做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？你有病吧？肯定是，要不然你没忽然这么殷勤。那不是你的位置，我怎么殷勤了？难道有人规定我不能下厨吗？你骗得了我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老板，你不会是霸王硬上弓了吧？我看你是想变成一朵香菇了吧？林夏姐，救我！老板要行凶了。夏姐，你要出门啊？嗯。吃了早饭再走吧，今天是老板亲自下厨呀。你就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？来吃饭。我不饿。真的是老板亲手做的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老板亲自下厨。说了我不饿。哎。老板。你到底干了啥？老板，这回真的是你错了。
为什么？跟女人相处呢，其实很简单。当她想跟你聊什么的时候，一定要陪她聊。但是如果当时你错过了，那些本来她想跟你说的话，你就再也听不到了，因为你没机会了。真的吗？老板，你还是太年轻啊，不懂女人的可怕。你懂，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啦。哎，去哪儿？找去吧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呢。哎呀，真丰盛。看来以后得让他们俩多吵架，饭都不用做了。